Hello， 我是 Mia， 现在要搭飞机去美国念硕士啦，我们一起去吧。这次要搭两个航班，第一班是长荣的，然后再来接联合航空。这是我的疫苗还有核酸检验的证明。玩走了，不要太想我。过完海关，现在去二楼的贵宾室晃一下。这次用里程换的商务舱机票，出示登机证就可以使用贵宾室。机场没什么人，贵宾室也没什么人。我这次的机票是用里程兑换的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买单趟飞芝加哥并不划算。贵宾室大部分的东西都没有开，没有食物，那也不能淋浴。但是他们有给我一个餐盒，所以到飞机上就来开咯。免税店都有开，精品店也有开。中文，好久没搭飞机咯。这一班是 BR18 波音777，台湾飞旧金山黄溪桂冠舱。坐到位置上啦，耶！东西超乱，扣个安全带。找的位置还够。这碗汤有贵妃男排配蛋炒饭，那另外一个是柠檬胡椒鸡肉配特别小碗蛋炒饭。好的。一年后见啦，台湾。诶，其实是九个月。餐盒开箱时间，来看看。没什么。好吧，来开这个过夜包，是 Ferragamo 的哦。 Ferragamo for Eva， 里面长这样，梳子、牙膏、眼罩、耳塞、护手霜、护唇膏、身体乳，这些生物的拖鞋跟睡衣，我穿起来美吗？ Thunder 的降噪耳机，蛮好戴的，但不能调长度，遥控器是触控的，玩一下游戏，逛一下免税，下面有纸本，喝一下白酒，吃一下晚餐，与 Rosemont Pike 贵妃男排骨蛋炒饭，吃个面包，前菜，虾子，肉冻。机上餐的蔬菜都偏软，只有这块白的是脆的。蛋炒饭普通，男排烤的倒是蛮软的。然后水果甜点跟乳酪，乳酪，水果都还不错。这个水梨冰，这个茶也是。美丽的空服员帮我铺床，真的是辛苦他们，还要穿这个防护衣。这是台北意大利餐厅的千层饼跟杏仁酥，好吃。吃饱了睡，睡饱了吃，这就是飞机行程。我的椅子可以180度躺平，应该是我的床。Good morning, Sleeping Beauty。睡醒啦，我也想买一个这个可以起身的遥控床。送上热茶，暖暖胃，准备吃早餐。蘑菇蛋包佐嫩煎猪肉肠及洋芋。果酱奶油可颂，满口热量。起司洋芋香肠早餐豆蛋包，中规中矩的。饭后水果优格。长荣的黄溪桂冠舱是反于古色的座位，所以旁边有一个小妹妹也不会吵到我。这次我觉得换里程还蛮值得的，如果用里程折合台币的话，可能每个4万多块台币就可以坐商务舱，然后也蛮舒服的。又是疫情期间，一个人可以有两个窗户。哇，已经看到陆地了 ，Landing， I'm in the States， 哦哦哦哦哦耶！记得吃 F1 签证要带学校休课证明，我差点不能过海关。东西超级多，我来领行李啦。我的琴有在身上。天哪，你这个租这个车走短短一点点路，居然要7块美金。刚刚那个行李被拿去检查了耶，现在要去 Zone One，哦，真是超级颠簸。耶，没了！刚刚在那边给他们了，好累。我刚被那个
像是不知道哎，检查违禁品还是什么嘛，说他们把我行李整个搬出来，然后我们在这边弄来弄去。现在我就转机啦，应该来得及。因为是国际转国内线，所以我的行李要领出来再重拿。还好领出来。这是我的 UA 航班，等一下要飞芝加哥，从旧金山。机场可以带狗狗耶，可爱哦。San Francisco to O'Hare， 一样还是商务的位置。一上机就发酒精。我忘记说为什么我这次要转机，我本来是订直飞的，是因为其实确诊我班机被取消，变成我得转机才能到。联合航空这个小毛毯没有长绒的被子舒服。 UA2132 机型是737 MAX 吧，我在洛杉矶停了两个半小时，然后再飞四个小时就到芝加哥咯。哦天哪，美国的飞机餐，哦，开始想念刚刚的长绒。意大利面、法国面包跟沙拉、巧克力饼干。机上要自己带平板才可以看电影，网络要另外付费，所以就睡觉吧。到芝加哥啦，国内先飞完，现在要去拿行李。啊，这个回廊蛮漂亮的。然后有请一个朋友来接我，因为现在已经半夜快一点了，想顺便帮我搬行李。你帮我拖红的，你帮我拖红的，你帮我拖红的比较重。对。Not familiar to this place. Oh, you have GPS. You tell me. You tell me what which one you need in your life.好无奈的，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啊，我给你拿。拿这个。哦，为什么？我先走。啊，